台中成功岭营区大批替代役依序从大门离开，每个人都大包小包，带着行囊，准备要返家好好休息一下。因为基础训练好不容易结束，而在所有人都离开后，大家关注的焦点，艺人许光汉才提着包包，一个人从营区慢慢走到大门口，带着棒球帽、穿 T 恤、轻便装扮离开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关心，谢谢。今天刚好路过，然后看到那个上网查，然后看到刚好是许光汉今天结训，就之前有看过电视剧跟他们电影，所以就刚好也蛮喜欢他的，就过来看。许光汉虽然没有受访，但仍表示谢谢大家的关心，被四个人护着送到保姆车内离开。其实今天结训日原定是晚间6点才能离营，不过因为许光汉在营内表现优异，得到6个小时的荣誉假，才能在中午就离开回家整装休养后，下星期则要进行专业训练，才会到内政部社会义公益大使团服役。